插在背包。我都不用记嘛。啊、哦，你用手记录。便利店跟找药妆店，这样就好了。你觉得呢？是不是？这一栋啊。嗯。我们去看杂货。你想看杂货？不想哎。那我们去。你坐对面，我帮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七龙餐厅。好像比我们台湾的。小的摩天轮，有没有？对，但那个是那个装置而已，装置，景观装置。那边是星光，那比较重，星光神业百货在那，所以我们等会是往哪里走？你看你想要逛什么？还是你要吃鳗鱼？嗯，还有一家鳗鱼饭三吃。徐徐院是不是比较有名？
许许愿有名啊。对啊，人来了是不是吃一下许许愿？会让人家觉得这边有多艺人。绿豆。蓝心湄他们都带来日本吃许许愿啊。快到最高点了。所以我们是 Sky 哦，与荣地下街的 Sakuchika 直接连接，里面有 Uniqlo、无印良品、GU， 还有大创。那 Zara 你们想逛吗？还有一个 Forever 21， Zara 可以逛，可是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到时候先去地下街买。不要去地下街啊。那你的药妆要在？药妆等一下沿着这边过去都有药妆店了、啊。有吗？然后顺便找药妆店，就去找便利店，因为地下街一旦下去，我们 Google Map 找不到路。哦。最高了吗？最高快嘞！哦，真的好高哎、欸。对啊。来，往这里，静安的殿堂。请合照，谢谢。嗯，还叫我脸黑的。自己倒位。那你要再补贴脸面不见了。上次那个在宝雅看到的，宝雅看到就是泡沫慕斯的那个防晒，吉安不知道会有卖，药妆应该会有吧。
袋子，那种不是那种袋子。我们家有那个橡皮的那个圈，不一样，他那是垂，整个人可以垂在那边，然后转的那种。他应该有体重限制。没有。不一样的东西。应该说你要绑两条。来看看啊，现在从这个高点就可以看一下有什么。你刚刚旭旭院在哪里？旭旭好像在星光三院那边。停车场嘛，停车场的方向走。哦。不过我们时间不能抓太紧，不然旭旭会吃得很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现在是2:40，3:00。